我真哩哩，我真哩哩，妈，要无安心啦，我讲几句话，要对我爸。
龄高大，是为当车五百年，你在外面的所在当太阳，这是应该。红胸腰下毅力，我有这名就要被你所在，这名的所在就好台你来做。我是五百年。士气的太多，咱拄像这一个讲，就不平的大事，咱都勇气是讲，你也是上天变现，这件大事，敢袂让你马上毫无面壁啊？其实你的道路，那是我心中所想，那是百岁家，忽然之间，我在惊啥信息，竟然甚至来到此地了。表示讲，你对我苏妙山已经有所了解，可是我不能唯恐甚至。我去面见圣君，恐惊惹来灭门之祸啊！你讲也是，你讲的君啊，甚至结束了，你若是敢反抗，伊愿对咱全家草芥救助，然后恁是护君，你敢真正一时的出门？不管怎样，我心存善念，并无任何害人之心。既然伊都自出灭去我，我应该恁堂堂正正前去见驾。关联平安倒回来，你来当上心里提上解脱，你做人做这些邪事，我想应该也是大事化小，小事会化无。这是你少当年，时间嘛已经无早，我只是要以你故事过来去嘛。Thank you.
这是正在乡下的时阵，算起来我也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啊。会当改变着一尊皇母的性命，君王要皇后透天，会当做了一个人君的位。身为皇后身份，要唔过自细汉我就怨叹，出世后就有一双的大脚。大家拢嘛叫我是红袖大脚婆，啊，不过恁咧后宫的所在啊，这个名是真歹听。啊，不过人是我，虽然是红袖的身份，我对我安尼生有这个缺失，嘛真怨叹。啊，不过人我有一个本领，那是一曲就惊天，二曲就惊地。Oh,
子呀，大金团子下边，新万山进京记过，领子带团子。